上次跟何祖师友去了动物园，玩得很开心，但就是太夜了。当时我提议等我发小来找我，我们三个一起再来玩一次。他当时说到时候看吧，然后就这么走了。今天这个啊又怎么了？我想去动物园。这么大太阳去什么动物园啊？我还想打游戏呢。就离动物园好近，而且我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就陪我去一次吧。我跟你讲，动物园真的不好玩。你去过啊？不是，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吧。为什么女孩子都喜欢去动物园？哎，我今天累死了，你累不累？一点都不累，特别好玩。为什么？妹姐，我先和建宇哥去了动物园，特别好玩，还有那个小猴子，还去看了大河马，大河马后面还有个小河马，你知道吧？特别可爱。然后我和建宇哥还弄了苹果喂那猴子，那猴子特别聪明。慧姐，你去过吗？下次我们一起去。好，下次我们在一起。今天你们去不热吗？三十多度。今天一点都不热。那特别好玩。好。Later。嗯，问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觉得木木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你别给我装傻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不出来他喜欢你吗？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呢？他是我妹妹，我们俩从小一直长到大，我爸跟他爸是好朋友。想什么呢你？真的？神经病吧你！上厕所去。哟。你们在这儿？怎么整都不会生气的。何祖女士有喊大伙儿起来吃早餐。睡觉。慧慧，慧慧，快起床！啊，我不起。起床，快点！姐，烦死了！啊！哎呀！张建宇！啊！你有病吧？慧慧，慧慧，别跟我讲话。哎，别生气了嘛。滚！我给你买了礼物，你看一眼。不要。你看一眼。这什么？你试试就知道。快点。冬天都没到，你给我买手套干嘛？这不是手套，这是袜子。快点。我喜欢这个颜色。那你去试试看啊。看合不合脚。这也太难穿了吧。慢慢穿嘛。你瞎买，你还不如给我买点好吃的。吃的跟这能一样吗？怎么不一样？你看这对你有帮助啊。袜子能有什么帮助？这带脚趾的，它可以把你那个酸味锁住，你出不来了。你要这吗？干嘛呀？谁脚酸？心情我塞你嘴里。给我滚啊！